啲標準問題先啦，即好係啊。你會覺得即係譬如旋律上喺節奏上對嚟講有啲咩，即係對你即係可能係對比西樂嚟講啦，即係有啲咩唔同或者困難啦咁樣。哦，系。如果係旋律上就係最困難嘅係搞清楚，即係譬如話嗰個旋律係叫時空手板嘅，咁我要首先搞明咩叫時空，跟住仲有咩叫手板，咁啊搞咗好耐，咁跟住搞完之後，跟住都唔係好明點解，即係會好唔明啊！咁你叫時空手板，但係我又唔係好聽到時空好重要喎、啊。咁點解係咁樣嘅咧？咁樣跟住就即係要抌走一啲西方學翻嚟嘅關於調式嘅一啲睇法啦。即係譬如話西方覺得可能調式係有啲中心嘅，或者某啲音係一啲重要嘅音嘅。咁如果嗰啲係重要嘅音，你會聽到佢係 somehow 嗰啲其他嘅音咧，會向住嗰個音去行啦，或者係佢會常常出現啦。有唔同方法去建立佢呢個中心嘅。咁啊，但係粵曲嗰啲音咧，你會覺得好似全部都好似喺大海浮下浮下咁樣啊！咁就即係你又浮佢又浮咁樣，咁邊個先係大佬咧？咁跟住我就發覺，咁應該唔係諗大佬咯，即係個遊戲係咁，唔係估領袖咁樣，係可能係一種另外睇嘅方法咁樣。跟住我就即係試下咁樣去諗去處理嗰啲音啦。咁就好似個效果又好似順意啲喎，又好似合理啲喎，咁樣咁啊，係模模糊糊咁樣去進行啦。咁就所以即係你要問我，其實個規則係乜嘢啊？或者其實個運作原理係咩？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。咁就都係一種作曲家嘅直覺咯。暫時就係、是、咁跟住。節奏就係比旋律更大嘅問題嚟嘅，因為如果講節拍啦，咁有板眼啦、中樂，咁但係板眼嗰個概念，如果我將佢直譯為拍子咧，咁又同西樂嗰個拍子又好唔同喎，因為佢西樂嘅拍子咧，咁啊，譬如話四拍子咁，我講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咁佢其實係一個重拍嘅分布嚟嘅，或者一個排序嚟嘅。咁但係板眼佢唔係以呢個重唔重咁樣嘅概念去分啦，而且係譬如話我用一板三眼咁樣去做例子咧，如果係西方嘅四拍子咧，佢會似係第一拍去開始，然後好似一個，我會成日話係一個波咁樣彈，第一下大力啲撳落去，跟住佢會彈下彈下彈下，越彈越細。但係咧，中樂嗰種一板三板咧，似乎就係嗰三叮咧，咁叮下叮下咧，第一個叮，第二個叮，第三個叮，然後去第一個板咁樣嘅 motion 會近乎啲，即係一個係由第一拍開始，另外一種就係行去第一拍咁樣嘅感覺。咁啊，再者就係嗰個板嘅嗰個長度係in average 係長過西方嗰啲拍子好多嘅，即係好似長咗一倍兩倍有多咁樣嘅人士係，咁啊，即係要適應嗰個 pace 係一樣幾難做嘅嘢，因為你適應完之後咧，因為我個出身係寫開西樂樂譜啦，咁最後咧我又係要用翻西樂樂譜去表達呢樣嘢嘅喎，咁跟住咧你就有兩個，即係兩個係唔係好同嘅嘢，咁你就要用 A 嘅方法去表達翻 B 要做緊嘅嘢，咁就有好多
困難的地方出現咯。咁啊，仲係一種摸索嚟嘅，我諗。但係我諗呢種摸索有好多錯誤出現，反而係一種創意嘅起源咯。即係你有啲misinterpretation 其實是一種 creation 嚟嘅 ，in a way。咁啊，所以就可以咁，我哋都係要即係仲有好多空間去做呢個對話，去嘗試。咁就慢慢應該會發現到啲幾有趣嘅嘢嘅，我估係咯。會唔會如果你唔用五線譜嘅話，會可以叫做舒緩咗呢種矛盾？即係譬如你都係寫哆唻咪，但係喺上面點翻丁版嘅，會可能我哋可以試下咁樣，即係一半一半。有時我寫譜咧，即係如果我要寫五線譜，但係我又想表達嗰種節奏，我就會喺啲五線譜嘅鬥士上面點丁版咯。即係嗰啲音仍然都係即係回復翻以前五線譜仲未有個時值嘅。的時候，因為我覺得五線譜是很偉大的，是什麼都表達到的，即是你怎麼用都可以，反而如果你想用公車譜，或者想甚至說簡譜都好，你想表達太複雜的東西它是不方便，它只可以表達簡單的東西，但五線譜其實你縮回簡單都 OK 的嘛，即是它你可以冇棍仔又得，你可以佢嘅符號比較多啲啦。咁其實我哋機械化啲啦，即係好似科技唔同咗咁樣啊。即係有時鐘嘅概念嘅時候，先有節拍咁樣，係即係一分鐘幾多拍咁樣噶嘛。好似可以係啊，即係可能係有某個概念嘅唔同，因為公尺譜或者係以前嘅音樂嘅時候，咁譬如東方都未有時鐘嘅時候，咁佢哋點樣數板咧、數拍咧，咁就一定每一二三四一定不會這樣數，他又會以自己的心跳啊、呼吸啊，或者是步伐啊，即可能以前的人就走得很慢的，你想想拉著車這樣慢慢走，或者他們呼吸慢一點，他們心跳是慢一點的，即60其實已經快了對他們來說，這樣即是一個首先固定節拍這件事已經不自然先了，即是 regular 拍子已經是不自然先這件事，即係如果你冇概念嘅話，係咁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嘅。我自己睇咧就係嗰個節拍，其實喺西方嗰個好緊要嘅一個起源就係其實佢源於舞蹈咯。因為有好多音樂佢攞嚟係去伴嗰啲某種舞蹈嘅話咧，咁佢就會有某種節拍同埋速度嘅要求嘅。咁啊。所以起源就係、是，即係我都唔使點樣寫個速度，我見到這個節奏係咁樣嘅，咁我知道呢個係咁樣嘅跳法㗎啦，咁樣，咁我就會跟住呢個咁樣去做咯。咁係玩玩一下，跟住啲人覺得你跳嚟跳去都係個棋手咁樣，跟住我呢手嘢可唔可以玩其他嘢啊？咁樣，咁你有多啲要求啦，即係一啲。不傳統或者是很亂來的要求，那我就要寫多一些不同的指示給他咯。那整個系統是一個即如果你有一些約定俗成或者我期望了的東西，即我預了它是這樣出現的，那我可以不用寫，但是當我們要寫一些沒有人做過的，冇人期望過你會做啲咁嘅嘢嘅，咁我哋就要建立翻一種期望，即係話，我咁樣有啲規則啦，有啲咁樣嘅要求啦，咁跟住去做，咁佢就啊，你咁樣就玩到個遊戲㗎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如果將呢樣嘢擺翻喺公車譜嘅話，我會覺得，即係我呢幾日。呢幾排都思考咗好多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唔係好覺得公車譜係一種貧乏嘅狀態，佢反而係一個精練嘅狀態。佢唔係一個佢表達得嘅嘢比較少嘅東西，而係佢只表達咗一啲佢最重要嘅嘢。咁跟住剩翻嗰啲咧，因為重要嘅嘢解決咗啦。啊！即係你翻學，你做完功課啦，你之後中意點玩你都冇問題嘅。係啊，啲潛規則咯，即係你潛規則知道咗，就唔會有人 care 去寫出嚟咯。係啦，係啦，咁啊，有個咁樣嘅 tradition 喺度，咁就變咗你寫低嘅嘢就可以簡化好多咯。
但係個問題就係當個潛規則係流失咗嘅時候，就冇人再知道個潛規則係乜嘢咯。但係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佢嗰個譜唔表達嘅嘢。即係我諗新樂可能都有類似，你揾翻啲好舊嘅譜，你都始終唔會知佢背後嗰啲，譬如好簡單，佢咩環境玩呢啲一啲咁樣嘅以前 preset 咗嘅嘢，你都係好難，即係呢啲屬於歷史考究啦。究竟嗰個 piece 或者用咩樂器啊，幾多人聽呢啲咁嘅潛規則唔會知道，但係可以記到嘅嘢係彷彿係多少少，即係起碼啲音都記多幾粒先啦，即係咁講啦。雖然可能都係冇，或者可以咁講，可能公車譜就嗰太快，即係近代中國公車譜好快就翻譯咗做跟咗簡譜，變咗大家傳傳下嘅時候已經係睇緊五線譜嗰個概念啦，即係冇再繼續俾人哋去睇公車譜。好簡單，你而家學中樂都唔係睇公車譜先，即係你出去學二胡就已經唔係睇公車譜，所以嗰個譜就更加變得更加咩？更加神秘啦，因為你而家都已經係一個歷史譜咁嘅狀態啦，即係已經唔係一個常用嘅譜啦。跟住而家啲人用公車譜，佢想記一啲準確啲嘅字就好簡單，負點啫，就係負點咁簡單，你都要借用西方嗰粒嗰粒嗰個點，點，係去借佢粒點。都要，即係所以好奇怪嘅咩？譜都係依附住嗰個習慣。咁我諗公車譜除咗而家昆曲或者乜嘢比較叫咩傳得真全係系靠咯，可以淨係睇公車譜傳承，就算粵曲但都唔系如系咧，一得。个新嘅人睇住份公车谱都玩唔得系一模一样咧，当然系，即系嗰个方法就可能系个方法冇咗啦，即係即個教系學法冇个咗。传承就好容易，即系你 copy 啫嘛，即系你学嘅一模一样，同师傅玩得一模一样，咁究竟但系去到创作或者系一个新嘅玩法，就例如正如我哋头先讲个上滑梯有个新嘅玩法。嘅時候原來可以加水嘅喎，咁樣即係可以有啲新嘅嘢嘅時候，有時傳統即係好傳統嘅人咧，佢就唔夠膽去做呢樣嘢嘅，因為佢哋潛意識或者已經知道係如果我哋改咗呢樣嘢嘅時候，個傳統可能就冇咗嘅咯喎，即係可能就會走咗樣嘅，有時有機會，係啊，因為佢哋唔夠膽去。唔好話係加水整一個玩法，佢唔夠膽再起多一樣嘢出嚟，唔夠膽起多一條上滑梯出嚟嘅，可能係，或者係根本唔知點樣起條上滑梯出嚟嘅。所以佢就唔夠膽喐呢個係上滑啦，梯，就見到人哋點玩就點玩。即係係，所以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都真係就係希揾望你起俾，條上滑梯嘅。係啊，咁如果我還咗嘅話，咁你可以再起一係條上咧，滑係啊，梯。咁你可以起多另外一條上滑梯就叫做滑上梯，咁就。喺下邊衝上去嘅